较耗电稍微少一点，我主要还是网路啦。Thank you.
一二一二三，麦克风先一二三，一二一二三，一二一一二三，一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。麦克风先一二三，一二一二三，一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。要来欢迎咱大溪乐安社，那么咱今年适逢咱大溪乐安社创社110周年，咱的社庆大典，也感谢所有咱的楼主、副楼主，由于咱即阵要来到咱新界花坛参礼，来自咱本地花乐园咱的大鼓楼，先邀到咱大溪乐安社直当副楼主，咱的李良生董事长。以及咱大溪早餐店所有咱的技术人员，一同不惜重资来聘请着来自咱本地福隆县咱的大鼓楼火车，庆祝着咱大溪乐安社创社110周年，咱的千秋祭典，并恭祝关圣温主1865周年，圣诞千秋平安绕境，在咱6月23，咱的绕境大典。欢迎咱大溪乐安社，这是为着咱台东副楼主李良生董事长，以及咱大溪早餐店一同不惜融资，分享着咱自咱全省有名咱的贝贝和老丁，咱的不管班级老师，为着咱的大鼓楼，恭祝咱大溪乐安社创社110周年，圣诞千秋，感谢咱台东嘉禾主团。他们那边这种好像大有色是可以买的，是啊，
台客土制堂，一同谢楼主跟洪武董事长，三爷注入地基，落下众神一同，今日清幽，恭祝台客龙安社创社110周年，并恭祝关圣帝君两位文武尊神圣诞千秋，恭迎迎驾礼，吉庆休拜，再敬休拜。三敬休拜，清香献上。跟洪武董事长三爷注入地基，全体动员，再向大溪龙安社恭祝创社110周年庆，并恭祝关圣分主1865周年，圣诞千秋，奉上清香，受香敬献。祝请吉民安宁。金香接炮，受礼在宝，天皇关圣帝君立为文武尊神，圣驾坐前，一定献拜，再敬献拜，三敬献拜，献上金香接炮，红绫破甲，恭祝关圣君主1865周年，圣诞千秋，千千秋，圣寿无疆，圣圣寿，并恭祝大家龙安社。创社110周年庆，社运昌隆，再迎，迎家三敬拜礼，一敬拜，再敬拜，三敬拜，礼成掌声鼓励，恭祝大家龙安社创社110周年庆，感谢吼，感谢咱龙安社所有咱的社头先进。大家辛苦吼，大家辛苦。那么咱今仔日6月23，咱的平安要紧大典，大家一路辛苦吼，准备落去。那么嘛，代表着咱大家土制堂，咱大公伫当正路主，甲洪武董事长，以及咱所有政府地基，所有咱的参协办单位，